手机，对，看看富强呀。富强哥说他长得太帅了，所以说就不愿意给大家看。好东西要藏起来，不能抛头露面，对不对？是不是？你就不要夸我了，好不好？其实真正的啊，朋友们，你们觉得金枝啊，就是金枝有这么漂亮吗？我才不信。你们觉得金枝就是她善不善良？人不是都要善良吗？说实话啊，你看，像我妈给你打个电话，你这个你直接给我说呀，你直接给我讲呀，这些事儿你不能。没有，她没有为难我，她只是让我帮你忙，帮个忙而已，没事。其实我呢也不是说把我妈拉黑了怎么样，我这只是有点气，你知道吗？就是我妈老去听别人说，对吧？这个我是她儿子呀，对吧？我姑妈儿子结婚了呀，对不对？我姑妈怎么管我呀？是不是？可能他们都是想为我好，但是我也要追求我自己，心里边所想的东西啊，对不对，家人们？对了，打个对。哇，50万赞了！天哪，富强哥，我刚刚触发了一个双倍点赞。我不信。真的，我不信。刚刚有没有参与我们双倍点赞的？有的打个有，你看屏幕，真的有，真的刚刚双倍点赞了。我不信。真的，刚刚是不是双倍点赞了？朋友们有吗？刚刚有双倍点赞吗？有是不是？对，你看没看没？我不信。我真的有，只是说，我意思就是你在现在再试一下，你能不能触发双倍点赞？我倒是应该没问题。就是让富强哥试一下，就是他能不能给大家触发双倍点赞，好不好？这么，你试一下。朋友们，金枝刚刚说他触发了双倍点赞，点了能不能再让我看一次呀？点了20万。点了20万吗？啊、嗯。能不能再让我看一次呀？我不信。再看一次可能就没有了。再看一次可能就没有了，那你肯定刚刚就没有触发。对，你可以帮我拉黑一下这些吗？哦，就是打广告的，你们不要上当受骗啊，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去乱加别人的那个什么之类的，知道吗？因为很容易就是被那个。对，可以，你喊那金枝我们三人一起点可以吗？直播间的2900，此时此刻是2965个人，然后我们一起再触发一下双倍点赞，让富强哥看一下好不好？我数3秒钟，我们一起点屏幕就可以了。我马上就有1000个家人了，1000个粉丝团家人了。现在50多万，能不能点到100万赞呀？不行。点100万赞，我不行。吃什么？我请你吃什么？吃啥？点到100万赞，我带你去，请你吃个好东西。请我吃个好东西。嗯。点到100万赞，请我吃好东西。对。我不吃啊，我又好不好，朋友们，好不好？我又没有。我们试一下。来，今天你来试一下，我就不信你刚刚触了、那个。触发双倍点赞可以，但是你点到100万就太吓人了。那今天去旅游也可以，他说个地方，我带他去，可以没问题，把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带去。不带你自己，带你爸爸妈妈一起。不带我，不带我。我带你一起。不带我就带我爸爸妈妈。带你爸爸妈妈和你一起去。富强哥说，好不好？如果说点到100万是吗？对，100万。点到100万赞的话，就是他就带我爸爸妈妈去旅游，这个可以吗？好不好？好的，打个好。我听你们的，你们都是我的娘家人。对。好的，打个好。我看一下，如果说好，就是带我爸，但是我妈妈不能坐长途的车。没事啊，我们短的嘛，对吧？短的。乐山周边嘛，这些都可以，很多玩的地方嘛，去成都也可以嘛，对不对？好不好？我妈妈很晕车的。我那个车应该还好吧？不知道。嗯。你们晕不晕车呀？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好，他们都说好。好，那我让我看一下、啊。那我这样哈，我们现在是多少赞？现在是60万赞，现在是那个就是60万赞，点到100万真的有点困难的。你如果说500个人同时点的话，1分钟之内就到了，是吧？对。那好，那我数5秒钟，然后我们一起点，试就尽力嘛，试一下。如果说能点到就行，能不能点到就算了哈。来，我们就相当于不困难吗？来，一起点哈，5秒钟结束，一起点，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到。来，5、4、3、2、1，我们一起点手机屏幕。我在帮着你点吧，我也帮着你点。
点手机屏幕，然后我们点到100万赞，富强哥说哇双倍点赞来了，我们趁这个时间，哇真的耶，对双倍点赞，我们趁这个时间往上点就很快，对趁这个时间双倍点赞它出来了，点的就比较快，只要能点到100万赞，我真的我点不到，我必须带你点不到100万还有你爸妈一起出去玩，点不到100万点不到100万，哇70多万了，我的天哪70多万了家人们，我的天，哇叔叔阿姨们真的70多万了，马上80万了，我的天哪太厉害了，天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对谢谢大家，马上80多万了，我一直都是双倍点赞，没了没了吗，85万没到100万哦点不到100万还是有点难，我觉得可以的，谢谢998名粉丝团成员了，谁是第1000名粉丝团成员，对帮我点到点点那个粉丝团好不好，就花个1毛点点粉丝团，那些什么花花呀星星呀礼物就不用送了，感谢大家，马上100万了、你看哇91万了、真的哎，我的天又要让富强哥破费了、哪里我这个你不用担心好不好谢谢，你主要是什么呢，出去玩的开销比较多，没事儿你不要管这个，你看双倍点赞又来了，我又有双倍点赞了是吧，而且就是这些你的家人们他们都希望、哎我能带你们一家出去玩去放松一下，我觉得可以，这个是哇太厉害了100万了，我现在就给我妈妈说好不好，好我现在就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好不好，那个朋友们你们同意我带金枝和他的妈妈还有爸爸一起出去玩吗，咱不跑太远吧好不好，同不同意，同意的打个同意，我们这样哈，我们这样我就是先就是因为我们点到100万赞了，首先先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感谢大家帮我点到100万赞，然后第二呢感谢富强哥要带我们家人出去旅游对，但是这几天比较忙都不是到时候提前跟你的爸爸妈妈约好，然后我约好时间，然后我带你们一起出去玩，这样的吗，对然后你比如说你要问一下叔叔和阿姨他们想去哪个地方，好不好，他们想去的地方我到时候我来安排好不好，家人们好不好，好的打个好，就是叔叔阿姨他们想去的地方，我就到时候我开着车我来接他们带他们去玩，我要不要现在就告诉我妈妈这个好消息要不要给我妈妈打电话然后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他们说手都抽筋了辛苦了，谢谢谢谢大家，哎呦我踢到手机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呀、去哪里玩，我妈妈从来没有去旅游过，所以就对然后反正肯定要考虑你妈妈的身体，他们说点到1000万让富强哥露脸1000万呀、我不信我根本都不信他意思就是说让你露脸就不可能，这完全1000万什么概念呀、点到1000点到1000富强哥露脸如果说真的能不要点了不要点了，休息如果说真的能点到我立马就出来对吧，那些黑我的人我都不怕你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金枝如果说越多的人给他点赞可能会有越多的人认识他，这个是好事情对不对对，乐山大佛，乐山大佛我昨天去了，但是那个地方怎么说呢，我妈妈去的话爬着，对爬着有点辛苦因为那个爬山嘛，我妈妈她身体不是很好嘛，然后我背她不行你不能背她，我不能背吗，你不能背她，哦不能背啊你怎么可以背我妈妈，去那个地方吧，峨眉山嘛，峨眉山可以坐，峨眉山也可以坐那个缆车呀，不是说非得要去爬呀，危险呀缆车危险什么不危险的我知道，就是用电线在电线上走的那个车吗那个叫缆绳，哎没有电怎么可能走，那就是电线知道吧你问你的家人们，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绳子，就爬很高的绳子，然后不能背啊，那个然后人坐在那个里面、那个不是电线吗，
那个不是电线吗？我们去开封好不好？开封是哪里？开封。河北。对，去找去找王婆。然后我们看他能不能给牵个线啥的。对，河北开封。河南，河南。啊？河南开封不是河北开封。河南开封。对，我们去找王婆，叫他给牵个线。哦，对，河南，河南，对，对，开封王婆老火了，对，最近挺火的。然后要不这样，就是你们也在我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照片，就是我发个视频，然后你们把你们的评你们的照片发在评论里面，然后你们也在里面找找对象吧，好不好？是不是？开发你娃别有用心哦，什么意思？啊、不是电线，是高电压线，那就那就更危险了呀。不危险的，很安全。高电压线还不危险？朋友们，你们告诉金枝那个安不安全？安全的打个安全。嗯，帮你介绍，不用找，你做我对象就可以了。哎呀，感谢大家。嗯，但是我呢，肯定配不上你们嘛，是不是？谢谢小苹果，感谢大小苹果。你们也可以给我们的榜上的一二三点点关注哦。嗯，安全吗？安全哈，对。安全的。嗯，你们来过乐山没有呀？来过的扣个一，没有来过的扣个二呢？来过的扣个一，没有来过的扣个二，好不好？对，去山海应该很多人都没来过啊，很多人都没来过，很多人都没来过。对，来过的扣一，没来过的扣二，对，安全系数高。峨眉山，峨眉山，峨眉山到金顶，然后去祈福嘛，然后本来可以的，我觉得可以。峨眉山的动物比较多，但我们这山上的动物也多。那你们这边我听说了，我听你不是说过这边也有猴子吗？对，哇，这边还有熊猫，我们这还有熊猫。这是什么虫？这个？这个叫啥虫啊？嗯，不晓得叫啥虫。这个叫什么虫？哦，飞了。可以发光的那个、嗯、萤火虫。我同学陈光浩在你那里当市长，真的吗？真的吗？哇，那我还认识市长的朋友呀，那那很好哇，市长的朋友还是还是我的我的那个哈。对，嗯嗯，对，嗯，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哇，1060多名粉丝的成员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去上海，上海、啊、上海太远了，上海带你去迪士尼玩。上海太远了。太远了吗？116万了，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唱歌吧，不唱歌，唱歌会会让大家哎，唱歌哎，可以的。家人们，你们想不想听金枝唱歌？金枝唱歌老好听了。真的想听的咱们打个响好不好？我每次不讲歌磊子老是想想让大家就是那个高铁去上海。我唱歌不好听，你们两个是夫妻吗？我跟他真的不是夫妻。不是的啊，我跟他真的不是夫妻。对，都想听是吧？咱们全屏飘起来响好不好？咱们现在直播间有多少人？不响，我们全屏2400个人，咱们能打一个100个响，咱们就叫金枝唱好不好？没有，就打一个字响。响，没有，只有10个人想听，不是吧？只有十个人。他们刚刚瞬间都能点50万赞上去的，肯定很多人的。哎，他怎么没弹那个？有多少人想呢？不知道哎。哎，有哎有哎，50多个了。只有50个。你看还在涨，71个了。我唱歌真的不好听，直播。马上100个了，全屏打一个响，我们让金枝妹妹给大家唱一首特别动听的一个歌曲，好不好？今天没有采茶叶吗？茶叶它是一轮一轮的，也不是说天天都有的采的。对，想。这么多人想。我唱歌真不好听。好听。你们还真的相信他吗？那个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听过金枝唱歌？听过的扣一，没听过的扣二。嗯，唱支山歌。那个叫什么？安与骑兵的那个红山果其实很好听。是吧？那你等会儿你唱呗。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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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多人都没听过是吧？好听是吧？有人说好听哎，对，听过的人都知道金枝唱歌好听，因为他唱的那种歌是特别干净的，没有任何的技巧，就是，就是单纯的唱歌，对不对？单纯唱歌。我唱歌真的不好听，虽然说我小时候唱歌，小时候我唱歌我是要收我的亲戚朋友他们收1块钱的，知道吧？小时候，然后特别喜欢唱歌。那这么你唱歌，然后朋友们给你点赞，也相当于收了，好不好？可是我好对不起大家的赞呀。对得起的，我觉得绝对对得起。嗯，这样吧，那你们想听什么歌吗？来，我们这么给金枝打一个加油，让他鼓励一下他，好不好？让他来给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我唱，站起来唱吧，好不好？站起来唱吗？嗯，那我站起来唱，站起来，然后，哎呦，那边有人干活，我不好意思，哎，没事，人呢？没事，干活的人呢？走了。加油！你看，这么多人给你打加油。那个，唱个什么歌？有没有你们想听的吗？就是选一首你们都想听的歌来。都想听的歌。嗯。世上只有妈妈好。不是刚刚提到我妈吗？嗯。金子。哎。你放心啊，你富强哥肯定会给你讨个说法的。红山果呀，哦，红山果。红山果是吧？嗯、什么歌我看到很多人在发红山果。那全屏飘起来，红山果好不好、嗯？我这样哈，下次我看我去那个哪里借一个话筒给大家唱。还用借吗？你去，到时候我话筒，我给你买一个呗。买话筒干嘛？就是这样的话，哎，朋友们，如果说金枝说，如果说他要想唱歌给你们听，我给他买个那个设备。然后有机会的话，他就给你们就能听到他唱歌了，好不好？好的，打个好。不行，那话筒太贵了。没关系，哎呀，只要能家人们能听到你唱歌，我就开心。那话筒好像只能连那个电视。连电视？对，我小时候就是。要不我安排吧，你不要管了，行不行？话筒只能连电视。我唱歌真的不好听，你们不能嫌弃我，好不好？不会嫌弃你，家人们，我们不会的，是吧？一朵花，一棵树，一座房子，一条路，一座山，一条河，一只小船，一个我。好听吗？好听，打个好听。一颗心，一把火，一个木瓜，一个你，划着船过了河，你在水边看着我。好听。年前你路过我家屋前的那条路，我悄悄地看着你，你也偷偷地望着我。你们觉得好听的给金枝点个关注啊。趟过河，三天五天你装路过，你心里早有我，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家人们，好听的，你们觉得好听给他点关注。山野花儿开满坡，你冬藏来我西躲，你要抓紧我的手，我们一起趟过河，你又摘来红山果，一颗一颗送给我，日出日落都快乐，一百年也要陪着我。家人们，咱们说实话啊，咱们把你们所听到的就是你们的感觉真实的告诉金枝，好不好听？一年前。好听吗？好听，好干净的声音啊。对，一年前
你走过我家门前的那条路，我悄悄地看着你，你也偷偷地望着我。来，大家一起给金子点点赞。绕过山，趟过河，三天五天你装路过，你心里早有我，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南山野花开满坡，你东藏来我西躲，你要抓紧我的手，我们一起趟过河，你又摘来红鲜果，一颗一颗送给我，日出日落都快乐，一杯你也要陪着我。谢谢大家，我看到大家一直都给我送礼物，要我唱歌可以，下次不要送礼物，谢谢大家。朋友们，富强没有骗你们吧，我们为了金枝的这个良好的表现，咱们能不能给他点到150万赞，其实不用瞬间的事儿，对不对？家人们，来，我倒数五个数，下次点到150万，我们倒数五个数给金枝点到150万，这是对他的鼓励和肯定，好不好？来，5 4 3 2 1，来，我们一起点啊，我也在点、哎、谢谢大家，对，谢谢，这是对他的鼓励，谢谢，对不对，朋友们？谢谢大家、感谢，谢谢，咱们给他点了150万，这是鼓励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一定要努力的去分享你自己真实的东西给大家，好不好？真的，你们真的太会了来，120万了啊，朋友们，来，我们一起触发一个双倍点赞，立马就到了，触发一个双倍点赞，对，再来一首，不来了如果说咱能点到了，我来安排，我叫金枝，我看能不能让再给大家唱一首。说实话，直播间现在2956个叔叔和阿姨们、你们真的觉得金枝唱歌真的好听吗？就是如果说100分的话，100分的答卷你们给打多少分？就是100分的答卷比原唱还好听。哎呀，我的歌就是100分能打多少分，我看一下好不好、我给你打吗？给你个99分吧。一分不要骄傲是吧？对，一分是留给你再接再厉，好吗？谢谢大家。对，大家都说99分、100分，还有很多人说80分的。我觉得我能做个49分，就是49分是什么？我会唱，然后真的是唱的不好听，因为我不会去运用自己的声音，不会去怎么样去唱歌。其实金子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些朋友们、这些叔叔或者阿姨、还有哥哥还有姐姐，他们为什么鼓励你？因为他们是想看到你越来越好，所以他们才鼓励你，包括他们把你当成自己家的小孩，要鼓励才能茁壮成长。对不对，朋友们？富强说的对吗？对的，打个对。给我101分，谢谢哈。声音干净。对，特别干净。脏是什么样子的？就我这样的。声音脏和脏就是咽喉嗓吗？对，就是我这样的，我这声音就特别难听，是吧？是吗？是啊。我这声音就属于干净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去，是对啊，对吗？你真的不像农村人，但是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这个没必要骗大家的，因为城里人就城里人，农村人就农村人，那城里人也是人，农村人也是人，现在你说不分农村城里人的，对不对？其实金枝他说普通话比我都说得好，我说出来就是浓浓的那个川普的味道。川普我还是会说，我你还是会说，是吧？我也会说那个川普的，就是四川话。失传花，对，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有点点关注点点关注好不好？对，哦，对，我还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呢，对，你们点点关注，我给你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